等着迷雾散去，将繁星装进眼睛，昼与夜疲惫的心等你回应。你一样自由的风凝望你，抱着我往前闯，海平线不是终点，浪潮中你我相拥。去年同期增长5.8%，其中出口的18,400.7亿美元，同比增长7.3%；进口16,503.7亿美元，同比增长4.1%。11月份当月，你干啥？慌慌张张的，跟做贼一样。我没有带身份证。这个宾馆它不是晚上11点之后不让有访客吗？我是趁他们不注意溜进来的，可不像做贼一样。都快12点钟了，难得出来一次。你就这么不珍惜，快去洗澡吧。分别为62.3%、58.3%、34%。我将加工贸易。谁啊？服务员，查房。我睡了。您屋里刚才进来了个房客，我们酒店规定11点以后必须离开。那是我老公，那也要登记。姑娘，他没有带身份证哦。不管真的假的，没有登记就是不能过夜。不是你在说什么？什么真的假的呀？像你这种人我见多了，本来这套。哎，我哪一种人呢？你给我讲清。好好，来，哎，同志，我们俩真的是这个有证的啊，正经八百的合法夫妻啊。我今天真的是忘了带身份证。但你们如果一定要身份证才能住宿的话，那我们不给你们添麻烦啊！给我们点时间，我们穿好衣服就走了啊！生夫妻不回家住酒店干什么？哎，你说什么？好了，5分钟好了。慢一点，哎呀，走这么快，你脸上还挂着面膜呢，你再把人给吓了。我是没脸见人了啊！大半夜就被人家当成那什么啊什么，我都没脸说。都被撵出来了。行了，又不是第一次被撵出来。哎，你忘了上大学有一次，喂，我们也是这样，两个人流浪街头，挺浪漫的。你忘了？大学时候，崔哥哥，那你过了浪漫吧？哎呀，你等我。袁主任你好，是来报道的吧？是，来，快坐。哦，好。把你调过来啊，实在是太不容易了。来，喝水。哎，谢谢。我这里起伏办刚组建，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你。你看你风风火火又泼辣，做事啊有一股冲劲儿，这好钢就要用在刀刃上。什么刀刃啊？起伏办，就是我们街道办的刀刃啊。我们要服务几千家企业呢。几千家企业？嗯，我管几千家企业。这
权力也太大了，尊。但是我们不是执法部门，我们只负责调研和反馈。哦，那尊，这个那我们到底做什么？搭建企业和政府之间的桥梁，为企业排忧解难，帮企业渡过难关。辖区有这么多家企业哈，我们企服办是多少个人的编制？企服办刚组建，目前两个编制，以后如果需要，我们会增加人手。两个人管几千家企业？目前是啊。哦，所以你知道为什么非要你来了吧？我给你们腾出了最大的一间办公室。哎，人呢？于真，哎，我给你们介绍一下，你的领导蒋楠楠科长。Hello， 蒋科长。你好。于真是个海归，城市公共服务专业，刚考上的公务员，以后啊就是你的兵了。以后多多照顾。夏总。明天就要发工资了，资金还差一半。公司账户里还有多少钱啊？只够保证公司运转，可以挪用研发资金。研发资金不能动。工人工资先发一半，所有的高管全部停发。跟大家说一下，等到公司情况有所好转，再按照银行的最高利息补发给大家。我们要不要写点什么，给他们解释一下公司的困境？生产线都停了一大半了，其实大家也都知道的。一会儿我去一趟吧。啊，还有，我联系了汇思投资，他们看了我们资料，说融资的事情可以面谈。好呀，马上跟他们联系，咱们上门拜访。好。哎，早啊。哎，早早早。呀，主任，鹏程速度啊！啊，昨天说搬，今天又搬过来了。你呢？啥速度啊？昨天说今天给我方案，方案呢？啊，是刚开个头，已经有雏形了。哎，好，那给我讲讲。我觉得我们可以直接抓这个问题的根源，就是资金。这比起人才啊、技术啊、政策来讲，现在缺钱是企业研发最常见、最根本的问题。我们应该研究一下这个列入了发改委科技创新产业目录的重点项目和企业，阳光普照啊，万物生长。但是，眼下最需要我们扶持的企业，阳光给的温暖可能就还不太够。你是说，我们的扶持资金针对性不强，重点不够突出？其实就我们这个审核流程来讲，有点过于复杂了。虽然它能筛掉那些别有用心的人，但是，它无法筛选出重点企业和需要我们扶持的有发展潜力的项目和团队了。你先把方案做出来，我去市里汇报。好嘞。夏总，夏总，走走走。来，坐坐坐坐。领导，你怎么来了？来看看大家。李工长呢？他在那儿。好嘞，坐吧坐吧。李工长。啊，夏总，您怎么来了？来看看大家伙儿。帮我跟大家伙说一声吧，咱们可能要过段苦日子了，不过不用担心，等新技术研发出来了，也就熬过去了。那个生产线关的就剩这一条了，大家现在人心惶惶的，有人传说你准备卖了奥利去国外啊？你信吗？我不信。不信干嘛问我呀？但有人相信，而且听说有人去告你了。您好，哎，您好，请问企业服务办是干什么的？是为企业服务。为企业服务是为我们工人服务，还是为老板服务啊？
都服务。你们是？工厂拖欠我们工资，你们能帮我们要不？这样，哎，坐下说话。你们都坐哈，都坐哈，坐下说话。具体是什么情况，可以说一下吗？我们都是奥利公司的工人，工厂只发我们半个月工资，现在老板要关厂跑了，你说我们这钱去哪儿要啊？我们去了解一下情况，会尽快给你们答复的。那你得抓紧啊，要不然老板就跑了。放心，有我在，他就跑不了。二位领导，夏总请。好。这是我们夏总。夏总您好。你好。你好，请坐吧。请坐。谢谢。请问怎么称呼？我们是鹏海街道办的，我叫蒋楠楠，这位是我的同事于珍。有什么事儿吗？我们接到工人的投诉，说这个月工人们只拿到一半工资，想了解一下这件事情是否属实。属实。什么原因呢？没钱了。夏总您看哈，那工人呢要靠工资养活一家老小，那企业有再多的困难，他们这一点点工资也不应该拖欠，是不是？说完了。说完了。您说的非常对，我也非常确定外边这些街道肯定是归属您的管辖，但是这层楼应该不是吧？工人们找到我们，我们一定要管。那你们打算怎么管呢？说实话啊，我也不知道。我们企服办刚刚成立，我今天也是刚刚上任。我也是，这位是我的领导。所以我是给你们开了个张是吗？也不知道是我的荣幸还是我的悲哀。你刚才说你是企服办，哦，这个企服办是干什么的呢？为企业服务。挺好。是这样啊，我呢特别想解决目前的问题，但是我现在也确实拿不出钱来。不过我的下游企业呢欠了我很多钱，你们能帮我追回来吗？我可以跟你保证，只要钱一到账，我第一时间发放工人的工资。怎么样？你做的吗？我在给他写运动控制程序，但是一直调不稳，那水老洒。我觉得是我写的有问题，可是我不知道哪儿有问题。那所以你在哪儿工作啊？到底就在这儿。这个厂房这么大，你的？租的。自由职业者。码农。程序员。帮别人写程序。搞算法。你家里有矿吗？什么意思？因为研发这个玩意儿是很烧钱的。我家里没矿。你家里有矿？我算有吧。我是一个外企厂商驻中国区的代理，他们家的机械臂目前是全世界最好的。你外面安完了？哦，没有，我过来用一下这个，快好了，你要不要过来看一眼？
马上就好了，很快。把这个安上。在。露露，嘿，师哥，说你小子腿折了呀？哎，这么严重？一个寸劲儿。你怎么来了？你老婆给我老婆打电话，说给你送点吃的。你说我们全家老小能差遣谁？那不就是我吗？你这个不严重吧？没事。我问你，你是不是跟公庙又吵架了？我师哥，崔江北，在科创委工作。你好，方远健。崔江北，军舰的舰。哦，叫阿健就行。他是机器人发烧友。啊。大学的时候发烧的，现在机器人制造商。哦，你是机器人制造商啊？你是哪家公司的？以后你就知道了。这就是最终形态。怎么样？好玩，提线木偶，你趁热吃啊！这个不是提线木偶，我先走了。哈，这个地方好玩，好玩，好玩，挺好玩。你照顾好自己啊，露露。提线木偶，他不懂，你应该懂。这个地方有一个驱动，然后我只是演示一下最终的形态，你觉得怎么样？是这样的，我的腿我认了，你的腿你拿走，还有屋里那个骷髅模型也拿走，不好吗？好不好？不需要，我自己做。不是，这只是一个最……我也是真的不太明白，你一个挺聪明的人，挺有才华的，为什么把自己活得那么惨呢？我们联手吧，一起做机器人，好吗？我为什么要和你联手？你一个人做不了，我一个人也做不来。你这种骗子我见多了，不过是拉我做做样子骗投资吧。不都说过了吗？你没矿，我有矿，我怎么会骗你？别啰嗦，带着你的骷髅和你的腿，赶紧走。你其实可以再考虑一下。李总又来了。哎，把汤喝了。现在好点没？好的。哎，小雨，饭局结束了吗？刚谈成一大单子。对，告诉他。你在哪呢？好，这门口等我。方师傅，小雨坐前面。你咋没带他干什么？没地方放。那你不能放车上啊，多吓人啊！先放一下，快点上车。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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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我记得我们以前上学的时候，晚上就经常来这边，看着对面的灯光，感慨着香港的繁华。哎，你们俩看，人现在头顶的云彩也很亮。就你像刘姥姥一样脸瞎感慨，我俩可没有啊。我们毕业几年了？五年。你说我们从毕业开始创业到现在，算不算成功者？算。同龄人里边，我们率先实现了财务自由，所以我们算成功者。
你说呢，阿健？你们俩我不知道，反正我应该是一个失败者，对，非常失败的那种。我从小就喜欢造机器，长大了在大学学的就是精密机械，我就是想造一个自己的机器，有错吗？可我现在却在卖别人的机器。南辕北辙，事与愿违，失败。我给了你三年时间，我不想再过这样的生活了。咱俩的问题今天晚上必须解决。我现在心平气和的，请你做出选择。机器，人。机器和人，只能二选一。机器，人。太难为你了，我帮你做选择吧。祝你成功。人，真人还是机器人？真人。想好了？想好了。不许变卦。今天那个人过来找我一起合伙做机器人，我没答应。陆洛，咱们离开这儿，租个独立的房子，一室一厅就好，重新规划我们的未来。理想很肥，现实很瘦。再说了，西方工业有200多年的底子，要想超越，那就是给自己画了个饼。200多年怎么了？我们还有5000多年。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就是想造机器人了，不行吗？行，你说说你想怎么造。女娲造了人，她要造机器人。你野心不小，你要跟女娲比高低。西方几十年前都已经开始在造了，西方有几十年的技术积累，你有什么？你这个人真……我用你们俩，够吗？那刚好，不用造了。小雨，走着，我俩就是你的机器人，来。很丢人的，知不知道？你们在干什么？真的，我求求你们。不要再这样了，好吗？够了，好吗？你们成功打碎了我的梦，谢谢。那我摊牌了，我承认，我已经在这几年自己开始研发伺服舵机了。结果呢？哎，等会儿，什么是伺服舵机啊？关节系统，简单来说就是你们看到的那些机器人，他们之所以能动，全靠它。没有卖现成的吗？有啊，很贵。而且外国人不卖给我们。阿姐，我们可以造工业机械臂。机械臂，西方的技术已经很成熟了，我们如果再造的话，就是在追赶，在抄袭。双足机器人难道不是追赶了吗？我必须要给你科普一下，双足机器人在全世界都还处在一个初级阶段，因为它很复杂。伺服器、陀螺仪、控制算法等等等等，这些都属于什么？人工智能的集合体。它将来很可能是人工智能的最高点。OK， 就算让你到了这个最高点，你考虑过前景吗？社会的需求就是前景，只有你想不到，没有我们做不到。首先，机器人可以代替我们在非常极端环境下去工作，然后机器人还可以超越我们的体力，超越我们的智慧，来替我们工作。双足机器人，它是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的完美结合。请你们二位千万不要小看机器人。21世纪，机器人的一小步，就是人类的一大步。它会给我们带来一个新的时代。OK， 阿姐，西方从几十年前到今天，仍然处于研发阶段，说明什么？说明机器人那就是天方夜谭，那是在做梦。做梦才够刺激。你造机器人干嘛？为人服务啊，
那人做什么？做人该做的事，过人该过的日子。机械臂是冰冷的，而我要做的是有温度的机器人。没关系，我心意已决。如果你们不同意，我自己做。我俩不同意，你也不能做。行，老规矩，举手表决。不要看我了，我不举手的话，不也是少数服从多数吗？这个是这玩意儿的特色啊，阿姨、叔叔，你们看看这个。那，对，那个也行。这个来一份，这个来一份，啊、这个鱼也来一份。好，好吧，那你们挑，你们去聊，你们聊，我们来选。好、你张峰真的是讨长辈们喜欢，这点可比你强多了啊，强很多倍。说啥了？啊，说你好。我跟你们俩商量一个正事儿，以后公司就交给你们俩。我呢就专心负责研发。你说研发费多少钱？差不多先500万左右。这么多？对啊。来啦！哎呀，阿姨，大螃蟹来了！给我！哎呀，我的厨艺很好的，你们一块尝尝啊！您坐这儿，好，坐这儿说。哎，好呀，好呀，你也坐啊，小雨，你先坐，你先坐，阿姨。叔叔阿姨，这餐饭呢是给你们接风，同时也给小雨践行。我今天不能喝酒，我一会儿送他们，所以说，以水代酒，敬叔叔阿姨，欢迎你们来彭城。好，谢谢，欢迎，谢谢，欢迎叔叔阿姨，谢谢。小雨啊，这么快就要回去了，阿姨，我在英国还有一些工作，所以一会儿吃完饭呀，我就让张峰送我去机场。我见你第一眼我就喜欢你，我还想跟你好好聊聊呢。我也喜欢阿姨。哎，这样吧，阿姨，回头你要是有时间的话，你就带着伯父一起，你来英国找我玩，我给你做导游。好的呀，我到时候让阿健带我一起去，啊。好啊。好的呀。哎，叔。听阿健说你是机械方面的专家，您没事在家造东西是吗？我呀，喜欢动手。阿健小时候的婴儿车、学步车、自行车，都是我亲手做的。遗传是吧？啊，你们要造什么？机器人。别造了。为什么？我已经造出来了。你们看看。哦，这什么？驱鸟机器人。爸爸，你这是稻草人。稻草人会动，它不但能驱鸟，还能在施工路段指挥交通。你帮我申请个专利，技术可以优先转让给你们。这个是他负责的，你去申请吧。你申请一个专利。叔，您造这个机器人花了多少钱？5000块。你要造的机器人是什么样的？能走路、会说话、跟人一样思考问题的，非常厉害。那得需要很多钱。很多很多钱。叔叔，那个您是这方面的专家。别闹了，你别闹。向您讨教一下，如果造一个阿健这样的机器人，您觉得要花多少钱呢？少则10万，多则25万。250。谁？
叔叔，我说阿健，不是，我说阿健造机器人需要250万。25万，我来给你们造。好，250万，先250万。你说假期过得真快啊，马上就结束了。哦，要不你别走，留下来跟我一起造机器人。我不喜欢造假人。阿健，你梦里是不是只有机器人？我很专一的，做梦也是。我在乎你的梦，但我更在乎的是咱们三个人的友谊。什么意思？人形机器人是个陷阱，我不希望你陷进去。那如果我陷进去了，你会救我吗？不救。我不救你，张峰也不会救你的。心里话。当然了。那我就放心了。其实一会儿不用送我了，张峰送我就行。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哎，我发现阿健一家都挺好玩的。想什么呢？小雨，我们可能犯了一个错误。什么错误？给阿健造机器人，开了个口子。你知道，他一直活在梦里。其实这些年我们做的事儿，他一点都不快乐。只有阿健还没有妥协。门口那堆东西是？你又来干什么？哦，我来给你送这个。我不需要，拿走吧。所以你在搬家？搬去哪？这些东西我都不要了，你需要的话就多送你吧。为什么？你不造机器人了吗？不造了。为什么不造？家里没矿。我帮你把这个修好吧。不用了，没有意义啊。存在就是意义。设计没什么问题，微调一下就行。我一直以为是我程序写的有问题啊，程序没有问题，写的非常好，机械的问题。换句话说，你是缺一个靠谱的合作伙伴。谢谢。露露，我们合作吧，我们一起做双足机器人。钱你不用考虑，我来解决。你技术入股，做我的技术合伙人，怎么样？但是我答应了我老婆，
从此过正常人的日子。正常人是什么样的日子？没过过，不知道。但如果你现在放弃了，这些心血不就白费了吗？不放弃，后半生就废了。你能不能放过他？露露，走，慢点。嘿，其实你已经站在矿的边上了，你再往下，马上就能看到这口矿了。一口巨大的矿，价值你不可估量。你如果现在放弃的话，你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自己的。慢点啊，人生短短就那么几十载，你为什么不给自己一次做梦的机会？你自己开豪车住豪宅，过着奢华的日子，我们呢？我们什么都没有。我求求你了，别来找他了，行吗？露露，走，慢点。老板，这东西咋搬啊？先帮我把椅子搬上去，然后还有电脑稍微轻点啊，谢谢。需要帮忙吗？走吧，你先上车吧。露露。什么意思啊？这些车床、铣床、刨床都应该淘汰了，不能用，该换了。我好像什么都没了。露露，什么都会有的，相信我，什么都会有的。现在我们的公司就已经成立了，你记住，拿月薪。月薪同行里面最高的，你定。露露，怎么回事啊？啊，别话，说你跟宫庙分手了，为什么呀？我只能二选一。什么二选一啊？一边是活生生的人，一边是机器人，你选机器人是吗？我没得选。你怎么没得选了？离开机器人，我就是个废物。我不想拖累他，行吗？那人家姑娘。五年青春啊，在你这白费了是吗？五年，我需要时间去证明自己。如果我是废物，他应该有更好的生活。如果有一天我赚到钱，天涯海角我会把他追回来。给你能的，你要这么说，你不用证明。我现在就告诉你，你就是个废物。他怎么是废物了？哎。为什么我来这一回就能见着你一回啊？从现在开始，你来这儿的每一天，你都会看见我，因为我跟他是合伙人。你能告诉我他们俩分手跟你什么关系吗？这位同志，你这个语气好像说的我是一个第三者一样。他们正准备要孩子，重新规划未来，你突然冒出来拉着他跟你一起造机器人，你说你不是第三者？生孩子跟造机器人两者冲突吗？不能同时吗？你选错人了。我就从来没选错过。有一天摔下来，你有人接得住？他会摔得粉身碎骨，你知道吗？你拉着他跟你一起天马行空，这对他不公平。我们在一起造机器人，怎么天马行空？怎么就不公平？我们为什么不能造机器人？哎，你是不是觉得说出去自己是造机器人的特牛啊？啊，你知道外国多早以前在造人形智能机器人吗？啊，深不见底的研发费，烧死多少家公司，你知道吗？几十年的技术积累，几百名工程师的协作，才在这些年推出四条腿走路的机器狗。你们造几条腿的？两条。你们几个人造？两位有技术积累吗？嗯，有财团支撑吗？我是理工科毕业的啊，你有没有概念啊？造人形智能机器人需要什么？声学、力学、光学、仿生学、视觉智能、机械制造技术、计算机制造技术，
就你们两个人没有技术积累，没有财团支持，造机器人天方夜谭。其实你那个朋友说的不无道理，一切选择都来得及。我还能会同？为什么不能呢？你随时都可以回头，你随时都可以去找你老婆，本来就不是一件冲突的事情。我只是觉得，为什么我们不做这个梦呢？为什么我们不试一试呢？你为什么要造机器人？我上完大学以后就开始创业了，然后就走了狗屎运，挣了第一桶金，挺多的，然后就开始吃喝玩乐，这些年就是这么过来的。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干嘛，就是享受，享受的一切我都在经历。我过腻了，可能你觉得我站着说话不腰疼，很没有意义，空虚的。我想学的想做的我一件都没干，我干的是在帮别人卖机器，二道贩子。你为什么要造机器人？想带我老婆过呢你过腻了的日子。但是我没有狗屎运。不好意思。你的技术储备有多少？这方面别吹牛。电子机械双料工程师。精通。很厉害的那种。你呢？我是研究算法，困在机器人相关算法里面很多年。所以双足机器人，我负责躯体，你负责大脑，天作之合，指日可待。但是只有我们两个人做不了。我们两个人是核心，核心再需要一个小组足够了，就这么简单。值得庆祝。不好意思。错。